科技与我的关系比较复杂。呀，还是给他一刀吧。进化大道上的优势。我操，这么恶心啊，这也太恶心了，我靠。这疾跑一开追着嘎嘎 A 了呗。敌人这也太恶心了，目标已消除，力量集中，必成天。这不过是我的专长而已。心中战斗，想出的卡牌上单这种玩法呀，畜生呐，真恶心呐，谁想出来的卡牌上单这种玩法呀，而是你使用它的方式，这不是纯纯的哈哈哈哈，好恶心的玩法，我受不了了，兄弟们，我绷不住了。多蓝剑多蓝盾其实差别不大，我说实话，你不管多蓝剑还是盾，你都很难受。我剑的话我伤害高一点，你像是上这波我们直接把它换掉了，不是他们卡牌在的话我们应该是单杀。我其实在想他是不是在故意勾引我，我在想他这波是不是故意勾引我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刚刚在思考他是不是故意的，就故意让身位给我，让我打他。谎言不会伤人，真相才是快刀。心永远不会弄伤手的意志。谎言不会伤人，真相才是快刀。Double kill。我不会被误导。完了，我好像被拉扯死了。还升六了，没升六的话感觉我可以用草丛拉成下来的，他没有眼的。哎呦，得要队友来帮我抓呀，他这个我真打不过他，我一个人打不了他。我感觉还六级，等队友帮我们抓吧。
我操，给我个头啊！算了，让小鱼动起来吧，让小鱼来帮我们抓着卡牌。他这个手太长了，我们一套打不死他的话，就会被他一直追着打。你打卡牌可以落九蛇，但是怎么说呢，看情况呗。我只要我不想再买一把唐剑，我们400多块钱，我们500多块钱买个红水晶抗压呀。我感觉队友没打算帮我抓呀，队友不打算帮我们抓的话，我们得自己打，自己打的话先抗压吧。其实新干一打卡牌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们想要牛住他很简单，就队友来帮我们抓的话一抓就死。就像这样的，我们不看他打其实也还行，他也不敢乱压我们。但是队友是真没打算帮我抓他们，每个上单卡牌没人帮我抓他。他只要确定我没有队友在，他就超级嚣张呀，没办法。他只要确定我们没队友，他可以超级嚣张的，捏他能拿他没办法。是好抓的，剑姬刀妹不乱杀卡牌，刀妹可能好一点，剑姬我不觉得。你剑姬你会被卡牌溜的，我觉得剑姬还不如卡米尔呢。你不会觉得你剑姬 W 能定住卡牌，定住卡牌吧？定不住的，卡牌移速这么高，你 W 基本上不可能中他的。你只要 W 一旦空，他就随便溜你。防备都好好，我的螳螂应该是要死。操！怎么对面一个个这么猛啊？对面一个个都好猛啊！目标清除。晚上好啊，大北老师。你要说啥？不会又是喊我看孤独摇滚吧？我昨天看了，快看完了。
哒哒哒哒哒。但感觉 Good 摇滚相较于 Mago 来说，我感觉 Mago 跟 Mago 更对我的那种胃口一点。我看到第九集了吧，九集半还是多少，快看完了。但感觉相较 Mago 来说，我会更喜欢 Mago 一点。还真是扭曲重力系，还行，这不我们翻译起来了。打卡牌的话，咱们到时候有双水银鞋，应该就会更好打了。他定不住我们就好打了。我觉得 Mago 和孤独少女来说，孤独少女他那个剧情会相较于更无厘头一点，我觉得聚焦于社恐这个话题吧。然后 Mago 是定 Mago 是那个 Mago 聚焦的点不太一样，两边聚焦的点不一样吧。孤独少女是萌系画风，萌系 2D 感觉像手绘风。上单你也是树博吗？我是吗？我应该是吧。塔还没拆掉。那明天飞机上看吧，我明天缓存一下，到时候晚上出晚上出门的时候缓存一下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中路二塔都要快被推了一半血。感觉好多人哦。今天播到几点吗？看情况吧。我早上，我反正是早上的飞机，晚上可以播稍微晚一点，播个两点钟左右吧，播个一两点吧，应该播到两点钟左右，两三点吧。他妈怎么老想要抓我呀？真的。主播让我赢，给你上个牌子，可以给我也上一个吗？这个是包天号，见到包天号，这下有不得不赢的理由啦！一没踩到。我们的皎月天天在偷塔，妈的皎月真的天天在偷塔，我们就把这皎月抓了。主播怎么还没摆件呀？就差一点啦。怎么这皎月老跟着我走呢？我去下他也来下。Spring.
包天私聊版，包天基本上都在600左右吧，五六百左右。我知道对面是职业哥，我对线被拉扯晕了。大家好吧，清盖这个英雄其实不是很怕卡牌，就对线期可能会被拉扯一下。打不过他，我去，这装备也太好了吧！感觉就是被他黏着打呀。包天应该在500左右吧，500左右看段位。所以怎么说呢？感觉直播，直播反而不如接号赚钱。主播一天流水都到不了这个，能杀吗？皎月怎么这么猛啊？这皎月太猛了，干不过呀！我有点想要不要先出点魔抗了，这皎月太猛了。噔噔噔噔噔，你是刚睡醒吗？你才给你牌子都没换呢，赶紧才可以是自装盲盒啊，有点厉害。只要伤害太高了，皎月，他一直黏在你后面，你回头打也打不过，跑也跑不了，主要你也躲不了他 Q。我们大招躲了他一个大也没用，就装备差距，他装备太好了，这装备两件半，两件半再多一个点火。还真挺怕他的，我感觉皎月这个英雄其实数值还怪高的哈。感谢 C 赠送的一个奇彩权杖。感觉数值还怪高的。关键皎月在刺客法师里面算最漏的那一档。真的，我感觉是最漏的那一档刺客。我们想回头打他吧，又不行。你要换个两件套小鱼人，我绝对反杀了。但两件套皎月，我还真打不过。踢过去吧。有我们僵尸的雷夸张吗？打雷！我操，我们在僵尸这边打雷是巨夸张。结果意味着一切。你大哥过两天，应该明天吧？就明天、后天吧？明天、后天就回来了。你为啥是6月回来呀、啊？皎月呢？我们要蓄力一个阿顿 Q 才打得过的皎月。假扮无辜，真是浪费人心。皎月他主要是有个被动，他被动伤害其实很高，就是他的平被动是加攻速，然后第三下平也有额外伤害，他那个被动伤害其实非常高，被动伤害感觉接近一个 Q 技能伤害了。然后你被他黏着 A 的话，所以说你就会看起来他技能伤害不高，但他为什么伤害这么高呢？就是因为他技能是混杂平 A 的，他技能混杂了很多平 A 伤害在里面。
都是这样，平 A 型英雄都是这样，看起来数值不高，但实际上他一大堆混伤再加上平 A， 其实伤害非常高。单杀皎月得磨刀，不是这个磨刀也太抽象了吧？听着，先 A 两下是磨刀是吧？好幽默的形容啊！血手削了一样出，血手还是强，非出不可呀。吉他与孤独之蓝色星球吗？行，这首还挺好听的。结束了。哇，这个 CD 加长的太爽了，兄弟们，这版本真的一点 CD 都不用出，我们就九头蛇加三项两件装备的 CD 完全够用了。现在就是一技能 CD 比较长了，但其实有 Q 技能 CD 的话，一技能 CD 就也没那么重要了。有火炮了吗？我操，刚子姐玩好啊。够，都可以够，够一辈子。卡牌大刀飞不出去，卡米也大的，他被框在里面就走不了了。小鱼应该死不掉，但是你好危险啊，老弟，你真的好危险、啊，真可以够吧？哎，刚自己看不看二次元啊？推荐你也来看一看，浪浪浪浪，狠狠的浪！狠狠拿下！麦够吧，推荐你可以。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的习惯那种。感觉这二次元动画片啊，还动漫啊，这种其实还是挺看那个人群的。我要死了！
猫不跟我，你看 ADC ADC 5杠2杠11 ADC 肥得很，其实队友都很肥的。15加长的情感出不出来？你看我这波如果出的是15，我是不是早死了？你思考一下，我这波出的是15的话，我是不是早死了？我要不是出了血手的话，我这波早死了。不是游戏啊，是动漫。